大爷说了要报仇，铁门栓绝杀物。什么时间报？刚才不是就赢了，走起。我现在走起，你先报仇啊！啊，走。别想。上马。这边。上马。继续上马。冲个左。那去狙。进狙。美女一出当头当场报。随便还想报仇？想嘛？想报仇，那才有实力，没有实力啊！上，现在我给你上高招嘛，这棋不是那么的好造。一下，五兵。出来，面兵，进，来上中上，打过去，炸炮，吃了，就要一个了，嗯。局终于出来了是吧？嗯，出来了我就和你干了。放一局啊？喂，吃了，吃了。哎呦，你也是，哎呦，太牛了！来，集合，放马上来，开炮了。上马踩炮，直播妹妹，我很想你。你告诉我，你是山西的还是陕西的？也不是山西的，也不是陕西的。上马，不像。上面写的是甘肃的，进。发射微信地方的大哥，就是上造个火箭过来，去跑。发射微信地方，你不知道哪里吗？北京机场转的，啥都不知道。上，北京转的人啥什么都知道。嗯，撑几只炮，不怕，没用。开了，开了，上，去吧，我没去。踩炮，我上来，你可以踩掉我。走。围棋嘛，不踩踩过一点。我来个两炮帮击。吹起炮来了。对。就这么好喝吗？嗯。先吃马。白宫吧，打开说，比白雪的直播间好多了。又回来开骂，谢谢齐王，非常感谢。吃了。反正吧，大海是这个，下棋爱好者，哪个直播间都看的可能。好。哎呀，主播的容易太高了，比白雪的就好，好看多了。谢谢。哎呦，我就看上了大哥。怎么了？你看上大哥了？不是，我的炮开上了。好，关键时候你是开上大哥了。哎呀，自恋狂！你怎么自恋了？上，进，下了吧，我
收你的主意下吧。感谢宝爷，感谢宝爷。害怕？对不起啦，小兵这还认为是病猫了。就当病猫了，怎么样？哎呦，山里有山是吧？上马，去。退局。上。进，屏蔽过来，进，吃我的兵啊！好不容易过河了，让你能吃吗？看上，进，哟，这翅膀还打来了，红可打吧，你打我，我得打你啊，打你啊！嘿，忘了你拿啥游戏啊？嗯，站住！你信不信？我就将你给抢过了，你个镯子嘛！上上！起兵！啊！说来。吹炮，天字炮雷了是吧？对。回马金枪，吹炮，上，你打象，喂，你安换象。来骑兵，啥吧？这八一关啊，这冲过去能冲几个？三个，这八一关。来出，出来。进。哎，地炮，贴地炮啊！喂。这不不管了。都得管的时间，你教的时间啊，骑兵，过来，退炮，进，不行，回来，骑兵，骑兵，上。下去上来，我切，我是这里做的，你要么这。好，骑兵，这回。信阳就射，到挂射。我怕马来攻，我就回。骑兵。进了一个河黄。你试试，进了一个河黄。你厉害了就进。打不打？来出去。出去，这个子子兵不能拆掉。上。倒的步伐给催上了，回来，催两个，先把这个兵给收拾了。退炮，上！我操！哭的，我老将出去了。原来是我自己没地方走了，回不去了。哎呀，回不去了，碰壁了吧？来，田地炮。
雪，白雪的直播间比好看多了。来击毙，要大哥有干而发嘛，叶老师说就是厉害人，就是跳下去上，又来这一个，我给腿跑打肉你，你看你咋子干嘛给赶跑上，还不跑，直接上去不就完了吗？嗯，这个二七弟，我不管，不要回来。行，回向。会。皇上出炮。什么？马出炮的一招进去。来，击毙。哎呀，金枪！哪来的金枪算？啥都枪不上嘛，哪一个都踩不上嘛，击毙啊！上，起码一枪。根本不理睬，到底是踩了就完了，马后炮，踩我的炮，换一步，小心我这个马后炮，骑兵，戏马一将。直接叫啥？叫啥什么叫啥？我吹个炮。会一炮怎么样？害怕了，你也有害怕的时候了是吧？是不是再来再一将？再吹了，十个好。好，抽自己将了就搞定。害怕了，将光。一上事儿不行的，往外再来个反将嘛，我咔嚓一个反将，你进去，别进去，来，小心，喝了算了，不喝，抽这是炮，没用的，我上去了，出来了，喂。没有情况是吧？对，没有情况说明就有情况。下去，下去，打这个在上，打项目啊，就是，这个项目喝了，平炮，喂。我也成这样跑，行，管你呢，继续，回来，进逼，上，成底炮，回来，踩炮。炮就退炮，成绩两炮没啥情况，所以说退炮。哎，出去！我来。好棋打象，打嘛打象，我的炮架我踩炮，退炮退到这里，
直接往搿去冲过去。好，上，现在开始打了。现在不打了，放鞭炮了，大哥，鞭炮了。那就打不上了，上。干掉一个。有了，你再来，不就再来。天地炮，哎呀，直接叫杀了，现在只有我的骂人当主，回马金枪，吹这个炮，炮拉下来回家看守。好，那就把炮给挡住。挡不住，哪有马了？上马挡住，这三个路线我马都能搞定。搞定就搞定，你看。我们一百万是。一百六点直播，感谢西啊，五点半六点，一般情况下，黑炮，感谢西啊，关注主播，黑多了就能看到，黑炮了，黑炮大象杀了吗？你杀大象吗？大象，对，杀了去。这个单项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了不起的时间，你就认输吧。哎，这么好。再走。哎呦，抢起那个嘛，铁木帅的喇叭看。哟，这棋好像是没办法了。没计了，不是没办法。没办法了，如果说我回嘛。那这一个猛攻炮直接叫杀，如果我出来了，直接直捣黄龙。你说吧。现在这个棋局不可明朗了哦。出来，来再奋斗一下。小兵秦王。哎呀，缩头缩脑，出来又得进去，这下麻烦喽。直捣黄龙。